就是我们的 Week 姐，我们的 Camping 达人，每次只要跟他 Camping 都不错，这一次终于可以在这个当地 Campsite 跟他录音了。超级无敌大嘅乌龟啊！我知道有个好靓嘅地方，俾你打卡影相之余，呢度都系 Durian Ecolodge 嘅 camping， 仲有呢咁嘅 cabin 俾你，你可以喺入边享受冷气住一晚嘢，跟住呢度有嗰个石屋字大堂，最靓嘅饮下茶嘢之类嘅。这根本还是一个浑浊的夜，一直还有期待。可这样一个豆子大的肢体，怎么才能找到你？其实你一直就在这里，从来就没离开过我。放下了自己，我才可以去认识你。现在我知道你在这里，等着我再勇敢一点，放下了自己，我这就去去拥抱你。他叫做 Margarina， 我叫他 Margarina， 这就是 Margarina， 他叫做 Margarina。 我早就肯定我的身体被罪恶领入死亡里，可从来没有想过现在还能这样散发出芬芳气息。这根本还是一个浑浊的夜，一直还有期待。可这样一个豆子大的肢体，怎么才能找到你？其实你一直就在这里，从来就没离开过我。放下了自己，我才可以去认识你。现在我知道你在这里，等着我再勇敢一点，放下了自己，我这就去去拥抱你。他叫做 Margarina， 他叫做 Margarina， 我叫他 Margarina， 他叫做 Margarina。这就是 Margarina， 他叫做 Margarina， 我叫他 Margarina， 这就是 Margarina。在这里，从来就没离开过我。放下了自己，我才可以去认识你。现在我知道你在这里，等着我再勇敢一点，放下了自己，我这就去。